萝蜜，有没有吃过菠萝蜜？我很爱吃菠萝蜜，我最喜欢吃现婆的，因为我外婆家外面有一棵树，十几年的菠萝蜜，而且你知道菠萝蜜有分公母吗？哎呀，哇，被反将哎，哇，刚刚蕊的时候都没有讲这一段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分公母怎么分？不知道怎么分，他们说真的很拼运气。有些就是种出来，它就是不会生果实，他们就说啊，你种到公的，会生的就是母的。嗯，不要紧，来，你来，外公，来，菠萝蜜嘛，对不？你们讲贵姓？我姓黄。菠萝蜜的种属分公母，那个果实有分公跟母而已。果实有分，刚刚产部的身体刚一张，阿伯讲点名，我刚刚产部的身体刚一张。你看那个。我门叫狗哎，上门叫狗哎，规张广告上掉嘞，惊死人嘞！这样有分公母，叶灰，这叶港灰，阿伯会喜欢嘞？港款嘞？好，刚开始腿看身体，嘿，无刚开始他没有，他比较光滑哈，阿伯气压压，嘿，查甫气压哇，查甫就气压，阿拉靠起，阿拉靠起，哇，气起啊！形状嘞？哎，开会了哈，公的就变这样子。哦，公的就不会长，它就死翘翘的；阿母的就有授粉的地方就慢慢大起来的哦。所以我们吃都吃母的啊。所以只要是这个长出果的，就是母的，公的不会长。对，那都是母花，它是好几千朵花的母花，嗯，好几千朵花的公花，一起雌雄同株，雌雄异果。其实它是桑葚的表哥，桑葚的植物里面很大的特点的这一行，你们看一下。啊，你去摘下来，我拎过去。没问题，它就断了。它的乳液就特别多，哇，拎。会黏呢，哦，真的耶，对，这黏呢，我这黏着洗不起来，啊，较早人拢安那洗，你敢知？用沙拉油，哎，较早我唔知是弄安那，就伊讲了对哦，较早安那，露头，我妈他们都用沙拉油，露刷露白，我拢嘛露刷，用油洗，啊，洗洗该用迄个沙拉拖改，迄油洗掉就好啊，对，好，要做造化作用，啊，我们现在吃得到，有熟的吗？看麦，看麦，你来顺看麦，这壳壳叫都还未好，哦。赶快！这马尾后，你看一下哈。所以听了，所以，哦，这破的呢？哦，这破破的，很明显呢。所以这个就是好的。一个不是遐管呢？没有。用这个拿把接得到吗？把手啊，用海呢，它顶起来就好啊。啊，就海，你要海准啊。啊，多丢几次就上去了。好了，你吃。他蛮乐观的哦。一样哈。哎。我丢。两次嘛哈。哇！哎呦！嘿。哇哈哈！我差那么远，是吧？刚刚是光路一点。好甜吗？哎，可以哦。快了，快了。过来。OK。哦，哎，就上去了。上去。哦，对。那这边是不是要有人拉？不用。这不会掉下去吗？哦。先把它套进去。你这个生的一只呢？哎，掉不掉？对呀，过来谁？你看，这个好，它再拉上去。撑着。哦，我给你用吼，这是目前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哈，哎，蹲着呀，哦，来喽，放下来，慢慢放，哦，哇，放下来更大的，哦，好大哦，是吧？还要扑扑的声音，还有多谢啊，来，我就快，来，我来，你最厉害，你看你看，哎，摸看，你看看，不错。有五公斤啊，超过吧，二十几斤，二六二十二。呀，站起来捧花归根，够了啊！呀，哦，你从中间哦，对，像我来把这条十五分的好啊。哦，里面的那个果肉，对，来，你看这个量很多哈，它菠萝蜜最出名就是这个乳液，你看一下，嗯，超黏的。蜘蛛人，你看你还没有剖，它这边整个就溢出来，拎就这拎就一直溢出来，好，一滴倒。这个时候再讲这边表皮跟这个心哈，过来，那你挂底皮来哈，很香哈，嗯，我就把皮这样子切掉，对对，来，好，你感受一下，要求天气安那好点，哎呀，给你买无甜的，无甜，我是甜到上，甜到上，唔免看到尸体，不用寄回来。啊！你这主力较早就咧饲啊？我拿爸爸，阮爸爸种的。哇，好甜哦！夭寿甜对，嘿。夭寿甜诶。对，拢无南糖诶，也无嘿，
其实它会甜，太甜了吧，又香。会甜不会甜哈，跟它的肥料没有关呐，是跟品种有关而已。好甜哦，人长迄个长会甜就会甜。因为很好吃呢，好好吃。他们这个中不掉啊哈，真的好好吃。好吃哈，这吃些我紧哦，吃些绝对袂老皮灰，不会上火，不会不会。嘿，果丝哈用用起来油炸，油炸起来比麦当劳的薯条较好吃。真个假？嘿，啊这个，来再来试看嘛。这个果皮嘛会使，果皮，果皮用起来控汤，伊的果汁会造出来哦。嗯，啊南瓜冰糖的足香足体会哦，这籽。那紫薯汤超好吃的。嘿对，嘿那点加个哈。我觉得是比较惊人的哦。啊，过用迄个阿伟好诶，阿伟好咧煮咖喱饭嘛，较好食。嗯，四到五斤迄种未熟果椰，来边煮这种阿伟好诶，迄个煮咖喱饭。我们现在先蒸油，起个油锅吧。我们来啊，怎么了？我没有，我就停了。我现在在讲说是不是要弄果丝啊？我一直没有停过，它就是这样子啊。你停过家，过家吗？没有，你看他是他给我的。黄大哥的菠萝蜜啊，只分妖兽甜跟妖兽不甜，这可是啊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从1000多颗里头啊一颗颗吃出来的。不过啊，刚采下的果肉就让我们一吃停不了，料理入菜又是什么滋味呢？这个炸这个有没有什么要求？比如油温高啦、油温低啊，要沾面粉啊，要干嘛？要不要？因为菠萝蜜的老师非常的薄，所以大概10次里面有9次失败啊。所以也是碰运气。什么？你们家都在碰运气啊？对啊，种菠萝蜜要碰运气，看它甜不甜。连炸这个也要碰运气。它就是沾面粉就可以了。这个粉是特制粉。以前我们家这个都打算拿去丢掉了，因为不知道怎么办，拿去喂羊。它会炸到变成很酥酥的那样子吗？对对对。哦。那失败是什么状态？失败状态就是像稻草那样，太干。对，干巴巴的。那边还要？不用，我们稍微炸酱就好了。酱就好了。对，好了。如果你没有跟我讲，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看不出来，又不像薯条，然后又不像牛蒡。对，蛮香的，一吃进去就是面粉炸的脆脆的这样，狗现在就很明显，那个香气就出来了。没有，开始出来了。对，有没有？慢慢前段没有，前段就炸就是炸的东西，酥香酥香的。对，大家想说是什么这样？然后咬，然后中段中尾段头开始菠萝蜜味道来了，现在出来。它真的比那个新鲜的好，因为新鲜你在咬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有点口香糖，你咬不太断。可是它炸过之后就酥酥的，然后一咬就断。姐姐她忍不住，她上场了。该你了哦，姐姐来了。姐姐哦，我先。好，那你要做的是什么？我要打果汁，打果汁好，菠萝蜜的果汁好，你很可爱，就倒进去就好了。他要吃太多菠萝蜜呢。你爸爸说吃多没关系呢，会怎么样？吃多会怎么样呢？不会，不会哦。要加什么？会变变酒，变变酒。对，哇，加薄荷，然后加牛，加牛奶。妈妈出手，妈妈出手喽，妈妈出手。对，盖子，盖在这边呢，想不到吧？给我加，忘记加糖跟冰块，加糖在这边。哦。很正常啊，你不要紧张，因为我们也很紧张。妈妈要加几汤匙？够吗？我们南部人比较甜，所以不敢加太甜。没关系，你就用你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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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你的。等一下，先打完再试。啊？因为菠萝蜜啊，看它甜味跟不甜味。很任性。因为已经不够甜啦。对啊。它因为水跟牛奶那么多，它这样就不见得甜呢。你相信我，菠萝蜜味道不够重，对不对？刚刚就要加那么多水跟牛奶，现在你母女同心齐力断筋啊，一直在丢菠萝蜜。来，可以了，喝喝看。你严格出来跟我想象中不一样，因为菠萝蜜是黄色的，感觉上它应该是黄色，对，但它没有，是不是牛奶加太多？它是有点偏绿色，还是色？绿色是因为那个薄荷。哦，很清淡的菠萝蜜汁的味道，很清淡，好不好？好喝，但菠萝蜜没有那么 dynamic 味道，没有那么冲击，对，还是很明显，它有菠萝蜜的香气。对对，这菠萝蜜咖喱啊，对，里面有菠萝蜜哦。很多的菠萝蜜，很多的菠萝蜜做咖喱。那菠萝蜜在哪里？溶掉了吗？溶掉了。还有一点暧昧的酸。这种就是菠萝蜜。这
很像羊菇嘞，对，很像羊菇呢，就是还没有熟的旁边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哦，玉石它已经化掉了，它不是这种黄色的，它是未熟过，嗯，哦，未熟过，过的面的籽在哪边？它也是龙跳啊，你是把它切碎放进去？在这里煮很多小时，有点像那个花生或栗腰果，有，你现在说像菱角也像，嗯，醋呢？排骨啦，你一直要推荐炸排骨的原因是这个醋吗？对，嗯，我醋，还用那个橙汁排骨的概念。哦，对，有，你就放了糖进去，嗯，去融吗？没有放糖，它就是那个醋的原本的天生的甜味，把它收下来一下。对对对，嗯，有点蜂蜜的口感，就有点，因为甜度是比较高的。嗯，可以耶，菠萝蜜酒。嗯。只有10%而已，10%，对啊，酒精吗？嗯，对，我刚瞄了一下，还是水果酒啊？怎么这么少？要被偷喝啦！仅存最后一罐，对啊，被偷喝了，就到了重头戏哦。刚咸糖怎么样？我就是要加这么多，好多哦！哎，菠萝蜜其实很甜哎，加这么多可以吗？是蚂蚁哦！我跟你说，为什么会冰太多？没有，他要四分，坚持要加水，他偏丢嘛，比较好哩，可袂咯，好哩可袂解胃啊，哦，真的是冰沙，对啊，哦，哇，这才对嘛，对，他才有很明显那个菠萝蜜的香味，不跟你骗吧，嗯，应该。一直搞我懂麦，叫老板出来一下，你替换成功了。叫老板出来，好不好喝？跟刚刚差好多。好喝哦，好喝好喝。对啊，这是另外一种喝法啦。对啊，如果说单你如果说喜欢酒精味道重一点的话，最好是有蒸馏的菠萝蜜酒，而没有你可能用那个 Vodka 啦或干嘛的香精。对啊，但这样很好喝哦。好喝。好喝哦，你现在愿意哦？对啊。我师傅呢？这一集在我腮乎嘞。韩国来这个庙叫什么？城隍庙。城隍庙是管什么？你知道？管。不知道对不对？不知道。我刚刚打听清楚了，土地公嘞是有点像里长。嗯。城隍庙算是省长。那为什么要管？他管什么？你知道？就是管一个地方。什么一个地方？一个地方人多，集散地多，就需要人家管。这个地方是早期呢，阿里山山线跟海线。交汇的地方，很多地方交易都在这个市场。就比如说，我从阿里山带的 Hinoki 有没有扛下来？嗯，有吗？好辛苦。啊，你家这样做昂贵，有没有跟你换？哇，这个太值得了吧？类似像这个样，好划算的买卖。但是因为以前是集散地，这里有一个市集，现在不是现在变成市场？你有来逛过这个市场？没有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以前的市集，现在变成市场，到底里面卖什么东西？你先去旁边把 Hinoki 扛过来，我去做昂贵，好吧？你那边，我这边。我先上山了，拜。只要看到像这样子的泰米，我就一直很想买。才2块钱哎！对啊，遇到都市人来这种地方，你就会觉得什么都很特别。对啊，地弄，这里气氛好好哦，又很干净。比如说，你来从你的乡镇来到这个地方，我建议就是市场多，因为市场是最快你会了解当地的。对，那如果说你不是那么的熟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次有找到当地的讲地陪，好像很奇怪啊，他就是一个这边很懂。这边市场的一个历史，宅地哦，所以认识他以后来家里就不用担心。不是啊，那观众不认识他怎么办？哎，起码知道他在哪边，可以问他，对不对？这家很4年前我来过。我们整个拍完要离开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，我就很想吃。但因为那时候时间没办法吃，相隔了4年，我终于坐下来好好吃一顿。嗯，超好的。这一整锅都一直在穿，它又穿又好啊。哦，牛舌哈，咬劲还在，香气都还在。他们这个是用牛骨熬的。我刚刚看到这个，看到牛骨。三哥，哎，我们怎么先吃起来了？对，在等你嘛。等我啊，米内，你好 ，Lovey。你要是离开之后又回来嘛？对对对。那你去了哪里？
之前在北部工作。哦，对。那为什么又要回来？喜欢嘉义的生活感。就是早餐嘉义这样子。对啊，嗯，因为我刚刚看到有年轻人，原本以为在市场吃早餐的人可能年龄偏高。年轻人很爱逛市场。你要是现在就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在逛市场，而且现在才早上9点多哎，但这么早来是本习惯。对，通常早。你平常这个时候，哎，阿比还在睡觉。我们都来这边吃早餐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就是家里人的早餐，对，非常的 happy， 很棒的，超苦的，对，吃完一整天活力，很有勇气。它还有白饭的哦，白饭配牛肉汤就是绝配啊。这样子多吗？不多，但是以市场这边为主，然后因为以前就是在这边交易的人啊，他们就是需要体力啊，重度劳动，对对对。东市场建造于1914年，采用大量的块木建造，虽然经过百余年的岁月洗礼，但仍有部分的木头结构啊被保存，也见证了阿里山林业发达的一页历史。东市场因为位处于山与海的交界处，是货物来往的集散地，更成为了嘉义人温饱的食堂。这里吗？我俩现在真是走到哪边就想吃到哪。真的，他眼睛比味大。哦，这边，这里，对。你好，你好。早安。这个是。这个是嘉义人的下午茶，卤熟肉。下午茶。下午茶吃卤熟肉。现在才9点多，你走下午茶。现在下午了。现在下午了。卤熟肉咸卤，它其实是不是就是熟肉啊？有肉哎。不是，它是另外一个称呼，俗称叫黑白切，黑白切。啊，可是在嘉义这边叫卤熟肉。对对。台南叫香肠熟肉，对对对对，香肠熟肉我有吃过。对对对，好，我要一个黑白切。我们点一下熟肉，我要一个卤熟肉。我们点一下必吃的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个金桂跟地瓜米血，地瓜米血，对，米血里面会掺地瓜，吃起来比较甘甜，试试看它。这个听刚刚老板说是这边的四大天王，对，对不对？想必这个就是刘德华了吧？刘德华就是郭富城，就是你，这是张学友。张学友，好了，算了。开头这里面我只有看过猪血糕而已，但是没有加地瓜。这个尤其厉害，猪肺。猪肺。这个吃起来的口感跟一般在北部吃的猪肺完全不一样。真的。对。它没有到灌浆灌到很口感那个，但可以吃得到不一样的。吃不懂，你不讲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对啊，我吃了我还是无法想象它是猪肺。一般猪肺甚至是黑色，它就里面血色啊什么的。对对对对，它已经洗到变这么干，这很干净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哎，可是味道是好的哎。对啊。但是猪血糕里面因为放了地瓜，所以它吃起来跟我们一般吃的猪血糕口感很类似，但它做一个很明显的地瓜香气。嗯，可是它的外面是硬口感的。那手工的，它不是外面机器做的。嗯。哎，老板，你这个猪血糕里面放地瓜是加大鱼龙啊？你嘛是加领导？大鱼龙啊！啊，当初那也放地瓜啊，敢那台南嘛，专台湾嘛，无人放地瓜。我刚只有加一次。嗯，那个地瓜香气真的很明显。很好吃。你说它是手工的，它吃进去里面是有很多空气感，就是不是像一般那种松松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吃起来口感很不一样。这个是我放麻辣桂，做个甜，做个甜。你点几几年啊？90块，80多块，90年。啊，你们做第四代？第三了。你说这是什么？这是金桂，这看起来也是有放地瓜。没有，虾米很明显。其实金桂每一家的做法可能会不太一样，因为早期就是先人他们比较困苦嘛，就比较节俭，所以他们会把一些什么鱼啊、虾那个肉都刮到，就是刮得很干净，有没有？然后加进面粉啊，然后用点鸡蛋，然后把它做成面糊之后拿去吹。对，就是以前就是 Q 洗啦，那现在就是反而已经没有把肉啊刮下来了，只是用比较简单的鸡蛋啊或者是一些蔬菜跟猪油下去吹这样子。可是每一家的做法不太一样，有芹菜的味道，有的有芹菜，有的有什么碧琪，不一定。那芹菜那也记得选，那个加南瓜泥还有红萝卜泥，大同小异，加一次都有一点点不一样。这很土哎，这我第一次吃，不慢慢爆出来。连他都第一次吃，爆出来是对啊，很好吃的，很好吃。对啊，哎，这块是什么？先吃吃看。这个不是一般那个松板，对，一般松板比较贵。哎，而且它这个应该全省的，万里盖冰叶的，盖冰叶的，没有没有烟的空气。这不是睾丸吧？不是睾丸，对啦，盖冰叶，它的睾丸旁边。
的肉还是那个种猪，种猪在走，那海的海的。这个是肉，该边肉，大腿肉。那种猪在走的时候会这样晃晃晃。没有，该比吧，很脆。哎，这爸爸足少啊，足少啊，哎，那种海边的，看熟悉啊，这样子。真的无济，只够搞干尔，对啊。那它吃起来超不像肉的，很脆。来，盖冰。这怀念烧当的日子，很好吃。烧当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哦，你不知道烧当吗？我知道烧当。你知道？那你当时是哪一年？哪一年？啊，这个90年老店，四大天王同时就可以吃到解边肉啊，盖冰吧？我觉得蛮特别的。嘉义这边东市场没事就来逛逛。哎，还没结束哦，继续往下吃哦。肚子饿了吗？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持续锁定詹姆斯的速度料理。吼吼，加班喽！